拿到什么东西吗？一张带有特殊图案的 ID 卡，除此之外没什么特别的了。了解，我正在赶来的路上，有情况随时联系。 好久不见，舒雅。卡特，怎么会是你？我劝你最好不要插手这件事情。威克当年在我这儿也是像你一样这么的固执。这一切是怎么回事？ 这里难道就是暗藏在北极边缘的空中大陆吗？远处那道光束，是岩石里看到的光束一样。我去看看，附近看起来像是有人曾经在这里生活过。
埋伏了。解决。